10月14号，要在那个装备的重量平均分配，现在装备都打包好了，准备要上建模师。叫阿泰，阿成，龙华，还有我们的大龙，是哟。在熊团团员在西里这边用晚餐，我们六位团员肚子都很饿了，都今天的强度蛮硬的。来自洛杉矶的雪邦，你的名字叫什么？雪哈，雪他叫汤，汤姆，哦，汤姆，汤姆，哦，汤姆，简称汤，这是15号。7:45，现在大家在打包装备。准备上我们的猎寮。熊出没 ,Focus! 西顶地已整理干净。今天熊团已经到达猎寮营地。等一下大家都要把吃的衣服换掉，然后把保暖衣物全部穿上换上。晚餐吃我们的火锅冬粉汤，还有我们的炒木耳、炒油菜，还有我们的排骨跟我们的鱿鱼圈。熊出没 Focus。 那个是素瓜牛。猎寮营地已清理干净，目前水位升高，爆炸了！收拢，收拢，收拢！呐喊一下，爆炸的时候出发了 ，Focus！ 我们现在我们熊出没在协助其他山友在过河。哦，现在因为溪水暴涨，哦，看一下，因为台风的关系，现在溪水都暴涨了。哦，协助山友。